展开榜单，我给你们来点专业点的。什么叫专业？给个瞅眼啊。哎，我要先出来。好，很专业的讲师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我？就是我之前的时候看到那个哑语电视台，就是上面主持人在主持，然后下面的哑语都一般都是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样子是吧？很专业的，对。刷新一下哦，我这老慢了，刷新呀。好的。一会儿再进去了，嗯，好了，我们先首先来看一下女金啊，女金的话的，我展开全部榜单啊，女金的一下，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突破100万票了，菲尔家的铁粉确实很厉害啊，咱们的票已经突破100万了，咱们呢是马上80万啊，小小哥是47万，小色妖是30多万，小佳佳是27万啊，苏子是23万，大宝是21万。文静是17，哎，他们说这个，等一会儿，这是我的特点，懂什么？我先问一下，文静是宣布退赛了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琪琪啊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不知道阿涵上还是不上啊。如果要是说啊，你这一把，如果文静要是退赛，阿涵要是不上的话，那你就再刷个10多万，你就上去了。嗯，你就自己就躺进了，就10多万，你就进10进8了，我觉得挺好。不要轻易放弃呀、啊！如果阿涵要是说真要是说咔咔要是上的话，那再说。我感觉你放弃实在是太那个什么了，嗯，太那个啥了。好了，来，女性已经分析完毕。今天晚上没有太大的看点啊，因为这个票拉的太大了，第十和我们的第一的差距98万呢。我算好久了才算出来，98万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晚上女金没有什么看点。OK， 让我们来看男金。男金天又别说啊，这也是100多万了。毕加索肯定没问题，老李没问题，打一个没问题。高僧，我看一眼啊，往下看就行了。赵小磊，你现在在危险的边缘。你吃了比之高之后，有没有觉得智商增高？回头的时候我还要向赵小磊请教一下，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管用。嗯，赵可娜我不知道，画社既然有一个大衣哥的话，我感觉应该不能硬挺赵可娜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说据说是一批我们这个黑马啊，据说是一批黑马，我不知道是最后是怎么个情况啊。还有我们的身为土豪的北京哥，是自己能冲钱上呢还是怎么上，反正也没什么太大看点，我不稀罕看这个哈、啊。来，让我们看最佳女偶像，歪歪女偶像。我先弹个窗。分析的细碎啊，这就是你文分析的特点好吗？好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女偶像。女偶像首先那个团座已经放话了啊，一直让丸子第一晋级啊，那肯定没有问题的，这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这边大曼这边是出了一个叫虎牙子的哥哥是吧，很厉害，然后一直也给顶上去了，我们就往下看就行了，一直点点加，咱们就做好几个哥哥一直支持啊，挺不错的，加上自己的铁粉也挺好。往下看吧，大宝姐有一亿吗？有一亿吗？就问你们，没有一亿，上了 L 哥号，咔咔咔，哥宝姐你就连开都不用开，直接刷一下就给刷上去了，没有一亿。那好了，那我们先别说画室的小雨和哥宝姐啊，哥宝姐上去了，谁能下来呢？小 CC 那是不可能的吧？啊，315大哥据说回来又出山了，是不是？小优哈，小优哈，不知道这把力哥还会不会出手？门门家菜团很猛的啊，绵羊兔家菜团什么？如果说这把力哥不出手的话，我感觉优化也就掉下去了。如果哥宝姐要上的话，但是画社不是好多钱的嘛，不一定让这几个下来，包括刚刚那个赵可娜还有我们的小雨，都不一定会让人家下来的啊。这个所以说呢也有看点啊。如果这要是硬上的话，那这就不一定了，说不定就干起来了。女友其实今天晚上挺狠的，真挺狠的。好的，接下来已经完事了，看我们的 YY 男偶像。赵可娜要上是吗？那要上的话，那南京那就得干起来了。好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的男偶像，男偶像往下来看的话，
家俊是够呛了，为啥呢？家俊他的工会不出手啊，你指着家俊自己的话那是白搭。那我们还有一个呢，一个的话听说画社要顶一下帅总啊，要顶帅总，那帅总的话肯定什么了，说不定这一把木薯和小水得下来一个了。当然也不一定啊，主要是怎么的呢，废叔虽然支持木薯，但是废叔他那个纵横那边咔咔咔的也得上呢，我估计废叔现在先飞纵横那边，估计是晚上的时候也有希望小号去保一些木薯，我感觉木薯啊就看你造化了。主要是这个没有太大的看点，为啥呢，这那票说少的就少，说多的呢也多，差距太大了啊。好了，往下看。讲得好，好快。接下来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突破之星。刚刚我们的世界和平哥的大背景你们也看到了，那蓝梦莎肯定是要准定来上了。小金马家里的实力咱们大家也都知道啊，自己家徒弟也知道，好多大哥都没有出手呢，搁这攒着呢，自己家铁粉也挺有效的啊，挺有力的，挺给力的。所以说小金马呀，还有我们的蓝梦莎呀，那肯定都是往上的。包括我们的韩妹妹，我瞅一眼啊，看先看一下最后面，这谁呀？这个是，这是哪个家族的？啊，我都好多不认识啊，这些。好了，我不认识，我不讲了。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最佳综合艺人。不认识，来最佳新人，来看一下最佳新人啊，最佳女新人主播。那小蹦你们也知道是卡萨布兰卡哥哥支持的，那哥哥的实力你们也都知道的啊，非常厉害。以及我们纵横立顶的小耳朵啊，还是很厉害的。月儿家虽然说最近宝宝哥不玩了的话，但是家里的形成的铁粉也好，形成的军团也好，也是有很多的。感谢新人玩趣事天，谢谢。所以说玉儿呢也是没有什么，我得往下看呢。你别说没问题，豆包我先说，咱从下面往上数啊。豆包的话，如果我们的纵横再讲究之前的那种策略，豆包和耳朵一定要上的话，那就不一定啦。薇薇家里最近也出了一个大哥嘛，是不是？那也挺好的呢。包括薇薇是真敢上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自己是真敢上呀。主要是你们仔细看看他们的差距啊，最后一名是23万，第一名是37万，他们之间的差距就差14万。什么概念呢？14万就是一分钟之内，不到一分钟，半分钟之内，嘁啦呱嚓，嘁啦呱嚓，嘁啦呱嚓就追上了。所以说啊，最大的看点，我感觉今天晚上会是我们的最佳女新人。之前的时候已经要足了画面了，现在今天晚上画面估计还是他们的。OK， 接下来看我们的最佳男新人啊，男新人来说的话，海涛是3万票啊，上面我们是19万了，那差距是稍微有点大了啊。如果无敌海涛不上的话，今年力哥不知道他是什么那个这个原则，是不是也是不上啊？应该是不上啊。工会不出手的话，我估计海涛也就算了。感谢我们的红色，谢谢。不知道海涛家里有没有准备了？这个咱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咱先说一下加鹏吧，嗯，哎，你看一下画社有两个，一个疯子，一个我们的这个什么翔哥啊，肯定能保一个啊呵呵，你要是保俩的话，那估计够呛，那肯定能保一个吧啊，不知道听谁了，反正有钱你要任性，俩个都保了也一样。加鹏呢这边是14万的票啊，我就今天还问我呢，今天那个男性这边能干到多少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没有一个要放弃的，从第九名来看的话，没有一个要放弃的。谢谢逍遥鱼，谢谢我们的妮娜娜。没有一个要放弃的话，也就是说肯定要从这里面淘汰一个啊。加鹏就问我了啊，今天得打底多少呢师傅啊？我后来问了一下，参考了一下几个大哥的一点，我感觉啊，男新人最少要干到20万吧，你们觉得呢？30？我觉得至少20万，就20万打底，就是最后一名，就第八名会20万啊，你们觉得少啊？30的话，加鹏就够呛了，家里能力也有限，但是这边也是做了准备的。感谢逆流啊，谢谢逆流哥，谢谢。你们觉得30很少吗？你们觉得20很少吗？主要是这些有没有工会出手的这里边？除了画社的话，最起码亚贝、加鹏还有冯小马这几个工会都是不出手的呀。
你要自倚着自己家里人干的话，是吧？也就20是吗？咱们就来猜一下最后十分钟的事儿啊，就确实最后十分钟的事儿，咱们就看看吧。就是男性的时候打底啊，打底能不能是20啊？我跟嘉鹏说的是至少得20啊，你先奔着20先冲啊，你先至少得20啊，然后就是多留一手就行了，我就这么跟他说的。到时候看看吧，今晚瑜伽就要哭了，不知道今天能掉下谁来啊。好，往下还有吗？往下还有我们的工会了，是不是？好嘞，来看一下我们工会赛。首先呢，看一下我们的王者工会赛啊，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面有咱们的9512。951呢，我们的彩虹计划今天马上是不是马上就要快实行了？不过这个真爱团一改改的，给我们彩虹计划弄得特别特别的恶心，你知道吧？没有什么优势了，因为别的家族、别的工会的过异性任务的也很容易，然后人家就过过异性任务就行了。所以说我感觉他们官方针对我一样的呀。想干点啥，想钻你耳空子，你都不让我钻，扣搜的。345啊，上一次的时候阴人哥不是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跟大家那个打了个招呼啊，然后也动员大家一起拉这个频道票了。我感觉这个345的话有可能最后的时候会上了。3440呢，最起码这边是蛋总自己就是在3440，他自己就在3440，所以说呢他这边可能拉拉票啊，大哥一起上一上的话也可能会冲上去啊，这差距不是很大的啊，这冲个20万左右的话，那就超到这边来了。不知道3440怎么样呢。帝王你有提名的吗？你还上？好了，完了，分析完毕。啊，完了，我先分析完了，怎么样？分析的还可以吧？